不觉得很可怕吗？啊，你没有啊，背还会痛吗？就感觉刺刺的，还在刺刺的。大家好，这是王狗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瑶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去一个我们上次在这边遇到灵异事件的地方。那现在就是我跟阿瑶还有另外两个朋友骑车上去斜坡，结果骑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其中一台车熄火，怎么发都发不动。下山才发动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到了山下之后，结果一发就发动了。那个地方以前是一个乱葬岗，就听说葬蛮多人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插这一瓶，就我们上次去鬼影实录那一瓶，大家没看过的可以点上面链接，然后去上面各拍一张照，看会拍到什么东西。在这荒郊野外，有点紧张，因为这里真的没什么人，而且现在时间也快要12点了。那我们不多说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上次车子熄火的那个山坡下面，我们上次就从这边骑上去，结果熄火的。那阿瑶，你知道我们上去前除了擦这个油，我们还要干嘛吗？我准备了这袋东西。你刚不是就问我这袋是什么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，名字。玩这么大？对，我们要来进行终极挑战，就是我们两个来抽鬼牌，抽到鬼牌的人呢，就在身上贴名字，然后走上去。OK， 那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进行终极挑战吧 ，Go！换我抽你了。你要哪一张？我要你这边这一张。这边。我的右边。好。好。这个气氛还是有点好笑的。换你抽我哦。好。你说你要哪一张？我要左边那张好了。左边这一张。不是啊，你确定？我左边啊。哦，你左边这一张。我左边这张啊。好，就给你吧。好。你觉得真的蛮玄的。没有，我觉得风有点寻常。看黄狗，黄狗，黄有东西哎。蛮奇怪的啊，而且一直听到一些怪声音啊。我很抱歉啊，突然把你们拉回来，那还分成上下集。对，但请你们听我解释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为什么我会分成上下集呢？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猜猜看，下一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才让我们的阿瑶如此慌张。那怎么猜呢？这个实在太广义了。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跟我之前影片里面有关，也是我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一路走来有你们的支持啊，因为有你们我才有10万订阅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对，我觉得今年是 YouTuber 兴盛年，势必会有很多人也会想要出来做 YouTuber， 大家也可以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一些支持。当然不只是 YouTuber 这一块，各行各业都是，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多帮助别人，多给人家支持，就像你们帮助我这样。对，然后我要提前说一下，你们 QA 要问我的问题，我会专属发一部募集 QA 的问题的一部影片，到时候你们再去那边留言问我问题。对，那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我要戴口罩，应该会有人这样想吧。对，因为今天是3月22号，也就是说距离我胡子的最后一天只差6天，所以基本上该长的都长齐了，所以我想说等到28号这天再一次给你们目睹我的胡子真面目。对，那最后也没有什么想要多说，就真的是非常感谢啦，因为你们才有今天的我。
那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呢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